想我接受調整。佢話：你個傷口咁長，我有廿幾口釘喺個頭嘅，可能好耐先好嘅，不如你試試長生學有冇幫助啦咁。咁於是我就參加咗敏感調整站，接受調整。咁我喺呢度接受調整有成六七個月嘅時間。咁點解我會持續六七個月呢？因為我覺得每一次去，我都覺得身體好似好咗啲喎，我又講唔出係乜嘢好，因為嗰陣時完全唔識乜嘢叫做自愈能力啊、免疫力，只係知道我好定唔好。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好，我一知道一六年開初中班咧，我就好早報咗名，拉埋我先生去上堂咁樣嚇。咁學完初中班之後咧，我就覺得啊，長生學咁幫到我，我諗我抗癌嘅路程咧，應該係可以加埋長生學入去。於是咧，除咗我原來一路做開嘅西醫治療之外咧，我就加埋長生學，我學咗啦，我又練習啦喺屋企。咁我後來加埋西醫添。咁我覺得我嘅新醫療團隊，我有西醫做我嘅前鋒，有長生學做我後衞，保住我嘅身體，令我身體比較強壯啲，可以接受好強烈嘅西醫治療。咁我嘅中醫咧就係我嘅首腦門，因為中醫需要嘅時間係好耐嚟到恢復嘅。咁學完初中班之後咧，我依然係有去調整站接受調整。咁好得意開咗月之後咧，我發覺我每次做功課或者調整咧，我係有啲好轉反應，或者有啲師兄師姐都見到，佢哋一見到我手好足動啊，就好驚，以為我抽筋啦。原來唔係，係好轉反應，因為我上到班我就知道係乜嘢啦。咁我仲要解釋翻俾佢哋聽，呢個係正常嘅咁樣。咁因為我嘅反應係有時高有時低，我自己都唔知係咩狀況。咁喺大概兩個月之後咧，嗰陣時應該係八九月啦，我忽然發覺我嘅好轉反應咧係停咗喎。咁我當時其實個心係有啲擔心，我死啦，點解啲反應唔嚟嘅咧咁樣？咁原來咧有師兄就解釋俾我聽話，其實你經過一輪好轉反應，你個身體係開始啲能量入去又通順咗，咁係好正常嘅，其實係好事嚟噶。咁我就安心好多。於是到後來我知道十月温哥華開班，舊年咁我就嗱嗱聲報名，舊年去咗温哥華上高班。咁我淨係想講一樣就係、好多師兄師姐同埋病友問我，上咗高班同初中班有冇分別啫？都係開，都係聽我啲課啫。咁話唔係，係有分別。我自己嘅感受就係、是、上咗高班之後咧，我接受能量嘅時間係快好多。我以前上完初中班，我接受能量通常都要坐十分鐘、十五分鐘先至覺得有啲能量入身體，可能喺個膊頭覺得，可能喺個腳覺得。但係我上咗高班之後咧，我發覺差唔多係坐一兩分鐘就覺得啲能量入嚟，入嚟之後咧喺個背脊度轉嚟轉去啊，同埋最好嘅地方嚟講，真係佢係伸展去四肢，即係話我覺得嘅能量入體咧，唔再係局部或者區限於某一啲位置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嘅好轉反應又翻嚟咯喎，哇嗰陣好嘅，唔通身體又差過？原來唔係，因為今次嘅好轉反應咧係同上一次嘅唔同嘅，除咗手舞足蹈之外咧，我竟然隻手不自覺地自己揾環拳，因為我治癌嘅過程裏面咧，我有時係需要食一啲藥，而嗰啲藥物咧係引起身體有啲副作用嘅不良嘅反應，譬如皮膚敏感啊、眼乾啊，甚至吐瀉咯。咁我咧就會靜坐嘅時候咧，會無端端一隻手就自己去摸下個面啊，拍下個肚啊，甚至拍下個頭啊咁樣。咁又係呢啲好轉反應就持續咗都有一段時間，就算到今日間中都會。但係因為除咗呢啲好轉反應之外，我身體覺得啲氣場係留得，係
入去入得暢順啦、快速啦，咁我就覺得好開心。抗癌咧，其實就係好似踢波一樣，我唔知道要踢幾多場，我又唔知道今次踢完，我會贏定輸，個效果又幾好，每出次都要等西醫嗰度幫我安排照片啊，諸如此類啊咁。但係我覺得有長生堂幫助我守好我嘅身體，做我嘅後方，我嘅西醫前鋒，就算佢打唔贏眼科，我都唔會輸咯。最多我哋都係零比零打和，多謝。李同學 Charlie Lin。請你上嚟先。咁啊，林同學咧，佢係意外受傷，造成免疫力下降喎，專注力又受損，眼部內又出血，全部咧做咗長生學之後得到改善。其中係點樣樣咧？我哋就聽聽林同學嘅分享。大家好，孫思傑，劉老師，林老師，大家好。我叫林巧丽，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在长春学费调整，然后过了初中班，然后现在帮人家调整的经历。长春学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机遇，然后健康的转折点。因为人在低潮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我也不例外。那一个意外的发生，然后造成我头部的受伤，就造成了我就是记忆力受损，然后专注力也出现了问题。随之的，因为人太虚弱了，我连这个免疫能力我都降低得很厉害。那健康的所有反应，让医生都以为我是患上了红斑狼疮症。我做了初期的一些治疗，然后后来的话才发现原来都不是，只是免疫能力的下降。然后就是我尝试很多方法，可是都不凑效，就是健康还是很差很差。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跟一个朋友聊天，提起了长生学，那他就告诉我说，哎，长生学是一个这个健康的慈善机构。而且是主旨是慈悲救人，那我就觉得说慈悲，免费的，好，我就来试一试。所以从2016年的五月到2017年的初中班为止，我就一直是在 Markham 的调整站做被调整。然后大概6个月之后，我也到了星期六的 Markham 站也做调整。往往别人就会说，哎，你的健康是有好转的，为什么你会就是去的这样勤，就往调整跑了这样那么勤快？那其实都不敢。我在被调整的时候，如果有些帮我做过调整的师兄师姐们都知道，其实我调整的反应是非常的糟糕。我有时候会呼吸困难，或突然间就是有些剧痛，身体有些部分会产生一些剧痛，然后又会有人热流的冲击，有时候会让我汗流浃背，或是说感觉上好像跌到冰库里面一样。往往在调整后的晚上，我都要回家睡觉，手都盖2张被子，不然我就很冷很冷。由于我的受伤，然后我不太会，我的表达能力也出现了问题，我不太敢跟调整站的师姐们就是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或是说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有时候往往我的反应让我也以为我自己是不是中邪了。对，然后可是我就是个很执着的人。那我是第一次，我因为一般上会去找，就网上找一些资料，就看看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很奇怪。可是我这一次就是有点反常的，我就不断的去接受治疗。对，然后虽然是很辛苦，有时真的是很想哭，可是我还是忍住了，然后就咬紧牙根熬下去，我眼睛也不张开，我就是做到真的做完了。可是问题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好转，然后每一次做治疗都很辛苦，
有时我还认为是奇迹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然后知道了我上了初中班后，开学了以后的某一天，我才发现其实不然，就是我发现我的偏头痛，我的扁头痛就是慢慢的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说没有，就是变少。然后我眼睛就是受伤后眼睛有内出血，我从刚开始的一个月我要去2次 Sunny Grove 接受laser 的 treatment， 然后直到医生说 laser treatment 都没有效，你要接受眼球注射。我这样子陆陆续续一个月做2次眼球注射，直到3年后我开始可是慢慢有点好转，可是还不尽然。医生说你要继续做注射，那我就开始就是2-3个月去一次，直到我到了长春学后我现在就医生跟我说，哎，小丽很奇怪，为什么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发生一些什么事，为什么你的眼睛的状况好像不太稳定了，已经做了，我从2010年受伤到现在，我都一直在不停地做治疗，然后可是他现在就说，哎，你现在怎么突然间开始稳定下来了，很奇怪，他说一般上都会慢慢的差下去，可是我就有点就跟他所见到的那种 case 不一样，我就慢慢好，到现在我就是大概8个月才做一次治疗或检查，其实我也蛮感谢老天爷，蛮感谢蛮长生学的。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调整者之后的经历，就是在初中班后开始帮人家调整。那我很常在调整后被一些调整者问我一个问题，就说，师姐，你觉得长生学有效吗？为什么我做这样子的治疗，我发现好像一点效用都没有，我没有感觉。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对方说些什么，就说你要加油，我只会讲这一句话。那可是后来的话我就有一天想起了魏老师去年说过的一句话，就大概魏老师这样讲的，就是说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长生学会治好你的，只要你加油，你有信心。那我后来就用这句话来安慰被调整者。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有时往往被病魔就是折磨的信心意志力都会慢慢的消失，有时会想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到有到头的一天，什么时候我这块会好起来。可是就是我们都是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就会想到说今天有这一门课长生学，那我都是就是用最后的一个机会来试一试是否有可以靠这一门来让自己健康。我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觉得说我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那为何我不放手一试，就来到长生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分享是有必要的。我很常鼓励大家说，如果今天调整后花1-2分钟跟可以调整的人跟他们谈谈天，分享一下，说说话，鼓励对方，让对方多点到长生学来被调整，来参加长生学，其实我想是一个对大家都有一个好，就是对大家都有个利益。那我也想对在座的所有师兄师姐说，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长生学是个利己利人的一个，我不知道能够说是健康知识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是一个法门，就让我们自己大家现在在这边修健康、修智慧、修福报。我也想在这里谢谢魏老师，谢谢林老师，花江都时间从台湾，然后周居罗顿的从台湾来到多伦多，也感谢调整站的所有的站长。尤其是对不起，因为我在马坎站，我想感谢一下马坎站的星期二站长、星期三、星期五跟星期六早上站长，谢谢你们就无私的贡献。还有我最想说对波师兄，我不知道波师兄在哪里，其实私底下见过他很多次，波师兄是师姐，
真的是如果都没有他们，我想我们多伦多也很难会有长春雪。那对，就是谢谢大家，谢谢。我哋咧就系请谢建林同学，然后 Black Jam。咁样咧就谢建林同学咧，咁佢咧系心率不正常，咁佢帮自己调整咗之后，就舒服多咗啦。咁我哋听听佢嘅分享。大家好，我叫謝建林，老師好，老師好。咁我咧就係2016年嘅學生嚟嘅。咁我嗰陣時咧就因為有心臟病，咁就係突發性嘅，咁就即刻去要車去醫院嘅，咁啊爭啲死嘅。咁之後咧就去咗學嚟呢度學長針學啦。咁啊一開頭就多過有啲咩事嘅，因為我練功。我做功課嘅時候咧，就同我嗰啲師姐佢哋咧就有啲分別嘅。佢哋咧個個都好亂嘅，我發汗嘅，我係冷嘅。我有啲朋友佢哋都一齊喺度一齊學長身學嗰啲咧，幫我調整嘅時候咧，佢哋自己都會 feel 到我係好寒嗰種。咁最初嗰陣時就梗係要睇翻本書，跟住發覺原來咧唔單止熱係正常嘅。原來發冷都是正常的，是調整緊嘅。咁我嗰時因為心臟病啊，不如我講少少我自己經歷先。其實我是一個蛋糕師傅嚟嘅，亦都係一個清酒的離酒師，即係試酒嗰啲人嚟嘅。咁我咧就好中意食煙飲酒嘅，咁我就練習咗呢個食煙飲酒嘅強項咧，就差唔多25年。咁有心臟病都好正常。咁係飲酒咧就好難戒嘅。咁咧我嗰陣時就係因為自己又做生意啦，咁壓力大，咁所以可能係因為咁樣所以有心臟病嘅。咁我哋自從我做完呢、這個練習完長身學之後咧，咁我係2016年3月有心臟病，跟住我2016年11月咧就開始有心律不正常。原因是那陣時係唔知嘅，咁第一次咧發生呢個心率不正常嘅時候咧，就係我個心跳到去到200下咁快，一分鐘。咁喺嗰一刻嗰陣時咧，其實我係翻緊工嘅，咁我嗰啲同事咧就個個都好驚，因為見到我已經係突然之間成個即係塊面白咗少少啦。咁我要即刻坐低，跟住我個同事摸一摸我，即係見到我驚我心臟有事。佢一摸我心臟咧，就感覺到係一拳拳打落去佢嘅手嗰度。咁因為驚咧，就咧咁就即刻 call 白車。咁我就去咗醫院。咁原來心率不正常要停咧就好容易嘅。個醫生打一支針落去啦，個心臟停咗，跟住再開翻，咁即係熄機再開過，咁就好快。咁呢個係第一次嚟嘅。咁跟住到12月之後咧。嗰次就夜晚黑，我又心率不正常。咁嗰次咧，我就同自己講，因為去醫院去得太密啦，同埋咧就每一次入出去咧，坐底要瞓3日嘅。咁嗰一刻，我同自己講，一係瞓覺就慢慢走咗去，一係咧就我自己嗰一晚咧就盡最後少少綿力啦，我就做功課。咁啊，瞓喺張牀嗰度，咁啊，一隻手掂住屍親，一隻手掂住心臟，跟住同自己講：好彩嘅就上天堂，唔好彩嘅聽日翻工。點知好唔好彩聽日翻工？咁啊，有人問我係咪因為長生樂所以會變成咁唔好彩要翻工咧？咁我又唔敢講，但係咧，我好肯定咧就係去到第時，跟住再隔多一個月咧。又再次心律不正常，咁嗰次又喺鋪頭嗰度發生嘅，咁又俾我啲夥計滴咗去醫院嗰度啦，咁個醫生就要冇辦法啦，要再做多一次手術嘅。咁喺呢一段過程，即係由開始練長生學到心律不正常呢段日子嘅時候咧，其實我係不斷，其實到依家都係嘅，我如果喺屋企嗰度練功課做功課嘅時候。我都係依家都仲係會好冷嘅，
依家我就選擇咧，就會喺個窗側邊，即係當太陽射落嚟嗰陣時候，我再練功嗰陣時咧，其實我個身係俾太陽照到好熱嘅，但係咧我係感覺到有股寒氣仲係出緊嚟。咁但係我亦都唔夠膽唔做啦。不過我都做咗段時間嘅，其實我係做緊黎老師嘅 minimum charge 嗰只嚟嘅，五至十分鐘嗰種啦。咁所以咧，我唯一一笪地方係我每個禮拜我都會去調整站，因為點解咧？我去調整站嗰段時間咧，係我練功嘅時候係唔會發冷嘅。即係我諗係因為可能有其他啲師兄師姐圍住，令到嗰個環境或者氣場會好啲咧。同埋通常咧，我哋個站長阿英超啲師姐咧好好嘅，通常佢好少派我自己一個人去幫人哋調嘅。通常佢都會幫揾得到搭檔咁啦。咁我就發覺咧，原來咧幫人調整嘅時候咧，自己唔會發冷不特止啊。若果另外有個高級啲嘅師姐喺側邊傍住咧，原來我都好舒服嘅。咁所以咧，令到我覺得咧，去做調整站呢一個咧，係喺生意上嚟講係有著數嘅。咁所以我依家係一直個禮拜都嚟做調整站嘅。同埋咧，因為我自從做完手術之後咧，咁我就冇再去做嗰啲。即係冇再睇醫生，因為我個醫生就同我講話不如咁啦，既然你都唔係太積極入去，甚至去醫院嘅情況，咁我咧就依家係冇再食呢啲降血壓啊、降膽固醇啊，同埋薄血藥嘅。咁因為佢可能練咗場真學之後咧，其實嗰啲嘢咧都係好唔係去到好高嘅。即係高，不過唔係話突然之間嘭一聲又瞓低嗰種咯。咁我諗應該都要好多謝長生學啦，黎老師教我哋呢啲長生學，令到唔使食藥咧，因為食藥都好貴。嗰啲藥嗰串俾錢咧，一個月都要成100蚊啦。所以咧依家就慳翻啦，咁咪去整集可以幫到人，又可以幫到自己啦。咁啊同埋。我之前嗰一年咧就冇乜點俾人調過嘅，其實係冇俾人調過嘅，因為我諗住原來調人哋有著數啊嘛，咁我所以我一路都係調人嚟嘅，咁我就冇俾人調整嘅，咁原來我發覺咧係我呢個觀念係錯嘅，因為先幾個禮拜咧，我俾個師姐咧就因為佢幫一位病者調嗰陣時咧，那個病者就話冇反應。跟住咧，我又覺得唔似冇反應，因為我有反應啊嘛。跟住個師姐就不如揾你哋試下先啦。咁我話有著數咁啊，好啦。咁我又話好啦，咁你幫我調下。原來俾人調整嘅時候咧，非常之舒服嘅。因為咧，我幫人調嗰陣時咧，就係坐咗喺度啦，跟住就按住人哋個部位啦。咁其實隔咗15分鐘嘅時咧，其實好攰。因為我隻手第一高得滯咧，個心臟泵啲血咧要辛苦啲嘅，即係其實要嗰個放低係最舒服嘅，瞓低最舒服啊嘅。咁所以咧，我幫人哋調養一陣之後咧，其實咧個膊頭到個頸嗰度咧真係攰到不得了，咁但係入個個都唔出聲，個個又好鬼靜。其實我好想周圍行下嘅，咁但係又冇人行。咁我原來做一個咁突出嘅，其實我個髮型已經好突出。若果再周圍行就太突出啦。咁喺嗰一個鐘頭，其實我就好辛苦嘅。咁但係咧，到最後咧，就係個師姐一幫我按個膊頭嗰個位咧，一開頭係好似有種電熱尖啊，擺喺個膊頭嗰度咧，跟住好快啲肌肉鬆咗，跟住隔多1-2分鐘之後咧，就係啲筋都鬆埋嘅。咁啊，好舒服。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大家如果係去調整站幫人調整完，間唔中都俾人調整下，都係件好事嚟嘅。咁啊，都係多謝大家。Thank you。傷啦，同埋咧，佢係有咗個化療。
咧就有副作用。咁佢個肝腫瘤咧就學咗床生學之咧，肝腫瘤咧就係縮細咗同埋有發水。咁詳情咧，我哋聽下嘉文同學幫你分享。魏老师好，林老师好，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是去年上那个初中班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一年我学了强生学，还有去调整以后，对我治病的帮助。那么去年上那个初中班之前，我一个月之前都去了一个调整站，丽莎的调整站去调整，跟我先生去感受一下那个强生学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那天我去调整站的时候，有三位师姐帮我调整了。调整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感觉。其实呢，我跟很多的学员一样，第一次调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但是那天晚上呢，我睡觉睡得特别的好。到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调整之前的四个月，我曾经在后院那个楼梯摔下来，然后弄伤我的左边那个松骨。那么医生跟我说，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慢慢等他自己好了。那么等了四个月都没有什么好，每天用力或者是起床转身的时候都是那个松骨就是痛。那么但是我调整以后，那个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转身，哎，怎么那个痛的地方好像没事，找不到那个痛处。那么我也不敢跟我的先生说，因为我怕他跟我以为我是心理作用吧。那么之后我自己傻傻的在那个床上边转来转去，滚来滚去，看看是不是刚巧没有碰到那个地方。但是转了很多次还是没有发觉哪里有痛。那么那天我很开心，因为四个月过去也没有好，突然就好了。那么我对那个去上那个强生学，更加有信心。那么我四月份去上那个初中班，上了课以后呢，我就听老师的话，每天很努力的去做那个静坐，最初是20分钟，然后是30分钟，最后一个钟头也有。最初的时候都是没什么，后来大概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我开始有了好转反应，就是身体慢慢的转来转去的。说实的是我有一点怕，但是呢我曾经我想老师说，哎，你们有问题就可以 WhatsApp 给我吧，我就 WhatsApp 老师跟我说不要怕，继续下去，这个是好转反应。那么我还是继续去做，然后我每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星期都去那个 Misaka 跟那个 Markham 的调整教室调整，两个站的师兄师姐的非常的有爱心，他们不停地帮我去调整。后来我就开始要化疗，那个化疗药剂从前我是用过的，所以我知道那个副作用大概是怎么样。它会令我有心跳气短的情形。但是当我学了强生学，还有就是去调整以后，每个心跳跟气短的情形没有那么严重。有的时候轻微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手放在胸口，过了一会儿那些气短的情形就没有。但我化疗再过一段时间以后，比较严重的时候呢，当你的师兄师姐帮我调整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接受能量很快很急，那么我知道其实呢强生学在帮助我，那么我那些气短的情形不会整天呢
从现在在很辛苦，有的时候一两天就过去，那么我挺开心的。但是后来呢，因为你的病理的做你的化疗药也没有用，那么我开始做吃你的标靶药，那个药其实呢那个效用其实比较低，然后副作用也很高的。我医生没有跟我说，但是呢我后来一次那个药的副作用就是比那个化疗更严重，一次那种高血压，还有就是肌肉抽筋啊，水肿啊，还有就是手脚都是红肿，你们看我的手指就知道。但是呢有那个西松西姐在调整站帮我，还有就是他们也给我做那个电话调整，还有紫外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副作用真是很高，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副作用呢都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好像就是第一个副作用就是我早上起来喝第一口水，可是吃第一口早餐的时候，我都肠胃就是抽起来很痛的。但是呢，如果是我将手放在我的胃上面，慢慢你是痛就过去，那么我可以赶快的吃完了那个早餐或者午餐，那么对我的帮助很重要，因为我可以吃，对我身体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副作用就是我手指跟一个脚底有的时候受压力或者受热的时候就会红肿，还有就是出你这红的水泡泡的样子，手痛我可以忍受，但是我的脚底出那时候红泡泡的时候呢，就是我走路就有一点困难，有的时候一拐的走，很气力的。但是呢，当我后来发现，当我做那个电话调整的时候，将你的 EVS 放在那个最痛的地方的时候，气不是从那个七号穴道走进来的，大部分你的气能量都是从走进我最痛的地方，而且很强烈，那个感觉非常的强烈，然后越来越痛，越来越痛。最初的时候我有点怕，不知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下一个时刻我知道这可能是好转反应，所以后来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忍一下吧。那么做完了电话调整以后，那个晚上还是有点不是有一点，就其实很痛的，但是我醒过来睡一觉醒过来，早上发现那个痛的地方好很多，下楼梯的时候都不用一拐一拐的走，那么我很高兴。本来痛了大概是两三个星期的伤口突然就好起来，大概是过了两三天就没事了。那么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水肿，因为你的药引起的高血压，吃的你是高血压的药后的人就是很快就是水肿越来越厉害，后来因为血压高得很厉害，我吃的药越来越多，一段时间有一次就是吃了那个血压药之后了，大概是一个星期我重了4-8磅左右，肿得很厉害，面啊眼皮啊脚啊肿得很厉害。然后有一天我的肚子长得像你的7个月新生的一样，好像快去生产一样，那么我坐着也不是，躺着也不是，那么我刚好那天要回调整站做调整，那么我要躺下来，大概是3-4个西松西姐帮我调。其实我那个时候呢，肾我自己觉得我的肾已经不太好，没有什么感觉需要去洗手间。但是当你的吸收机也帮我调了第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叫我快去洗手间看看怎么样。我去了以后，很开心，因为知道我
比较舒服，尿排得很好。那么回到那个调整站，跟那些师兄师姐说，他们传得很开心。然后我再做了两个钟头调整，再去也是这个样子。那么然后我知道陈生帮助很大，继续跟着你两个星期，有很多师兄师姐帮我做电话调整啊，外展啊。然后我大概是十天左右，所有的水都没了，舒服很多。我前做化疗的时候，如果停药以后，水肿大概是两个月才好。近期那个水肿比以前更厉害，但是十天左右就没了。所以那个陈师姐其实对我们癌症的病人是帮助实在是很大的，尤其是有严重的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强生学对我们化疗或者吃标靶药那个成效其实提高很多。我吃的药本来很小的病人有用的，但是呢我吃了大概六个星期去做了一个 CT scan， 医生跟我说不要希望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做了第一次 CT scan， 我的医生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虽然你的肿瘤没有变小，但是呢里面就是发现有一点变了水，还有就是颜色从那个比较鲜的颜色变得很沉的颜色，看的是好准。然后三个月以后我再去做 CT scan， 最大的两个瘤就是缩小了。所以陈同学对我真是治疗很有帮助，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多谢两位老师，魏老师、林老师，两个调整站的师兄师姐，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无私的帮助。还有最后我想感谢别人，就是我的老公，他无论生病啦，加班呢，或陪我去那个调整站，下班匆匆的吃晚饭，然后送开车一个钟头送我到Markham 那边。有的时候他做义工，但是有生病的时候在调整站外头等着我，非常的感谢他，谢谢各位。可以盡量學一下他們動一下手。